全等各个功能，所以它的灵活性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前期没有开发出来，所以我们让学生在这个位置上去走，往下压，膝盖贴地，并且去转动胯根。我们做这一步就是为了要让他的髋关节灵活起来。那么你看啊，走，往下到地板上之后，轻轻松松的把这个膝盖给蹬直，小腿给蹬直，你看他的前腿就来了，实际上他的前腿就来了，往下，别歪，看到了吗？来，看懂的老师打一个666888，这个有天赋这一说吗？肯定会有，肯定会有一些啊先天性条件呀，各方面比较好的一些孩子，悟性啊各方面比较好的一些孩子。那但是无论你是不是有天赋，或者说我条件好与不好，我觉得舞蹈这个东西就应该是让自己就是努力努力。我今天腿伸直压了，昨天家长说去骨头变形，今天去看骨科，所以我问一下，我也很诧异，什么玩意儿？我那天腿伸直压了，昨天家长说去骨头变形，哎呦，怎么会？王老师儿，不可能的啊，不可能的！你不要一上来，我再说一遍啊，那个卓越心王老师，给老师点点关注，加一个粉丝灯牌来，亲爱的老师们，大家给我点点关注，加粉丝灯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河南安阳。来，大家动动手指点点关注，亲爱的老师们，我来郑州有吗？郑州没有，我们是在安阳。我告诉大家，亲爱的老师们，如果说你的学生的条件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你千万不要一上来就这样去给孩子撕，明白了吗？你不要一上来，那个家长不懂，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如果说练舞蹈，我就给你拉了个腿，我就给你压变形了，那不用再去学这个艺术了，就直接回家躺平吧。不要，文峰的吗？是的。来，亲爱老师们，真吓人，这有什么吓人的呀？这有什么吓人？大家动动手指，点点关注，亲爱的老师们，来看一下旁腿也是一样的啊。我们不要一上去死。来，我问一下老师们，你们有没有同学，你们自己压没关系，我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做示范就行了。然后看啊，我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学生搬旁腿的时候，亲爱的老师们，有没有学生搬旁腿？来做个示范，旁腿错误的搬旁腿，这个腰中间大缝隙，咧着个旁腰往旁边倒。来，有没有学生这样，亲爱的老师们，搬旁腿的时候撅着个屁股撅着，你看你从侧面看，撅着个屁股，撅着个腚，有没有？快点，我这会儿伤人了啊，压开了会很舒服的。对，我们先去解决胯根，再去解决肌肉。来，有没有学生是这样，然后你会看见这个大腿和身体中间有个大缝隙。来，有的老师打有，没有点我关注加粉丝灯牌的，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不搬学不了吗？子晨说不搬学不了吗？你觉得呢，亲爱的老师家长？我就是胯根不好，来下来吧，可以了。有的老师打有，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就是第一啊，来你拿着，站前面拍，看一下啊，为什么好多孩子搬旁腿起来走？来看啊，为什么好多孩子搬旁腿撅屁股？来，有的给我打有，快点，老师们，我需要你们一秒钟给我打出来，有没有老师打？有人发来了。有一个有。来，有没有？我来看看啊，打10个有的，我再给大家讲。我告诉你，今天我讲完之后，你们可以立马拿着去你的课堂当中去调整，有没有？来，10个老师打有的，我就讲。快走，亲爱的老师们，8, 9, 快点，10个有。来，没有加我粉丝灯牌的老师，赶紧加我粉丝灯牌。我告诉大家啊，不是骨盆后倾的状态啊，看一下啊。这个位置的时候，为啥好多孩子屁股撅着？这不是骨盆后倾或者前倾啊，这是你的髋关节没有外旋，看神奇的变化。我只需要让这个孩子髋关节外旋，看他的屁股是不是立马坐下去了。来，看到有效果的老师打看到了，打666888，再看一次啊，撅着屁股，因为你的外旋外开，也就是你的髋关节的外旋能力不够，所以你会撅屁股。而且这样的孩子，大家很容易会发现，他在搬旁腿的时候，这个腿是挡在了膝盖的，挡在了我们的肩膀外侧，有没有？来，老师们听懂了没有？老师们，
就是你会发现这些孩子往往会把自己的腿搬在了肩膀的外边，原因是什么？你没有解决掉他的胯根，然后你没有解决掉他外旋转开的一个能力。所以你看我们在练旁腿的过程当中和前腿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第一步不是直接上去给这个孩子去撕，不是直接去拉伸肌肉，而是干什么？去给孩子断胯根。来，听懂的老师打一个听懂了。大家先点点关注加一个粉丝团，大家先点点关注加一个粉丝团，我们再给大家去看标准的动作好吗？来，还有刚来直播间的老师，就是你不要一上来就给你的孩子去撕腿撕腿撕腿，因为你的孩子胯根能力没有解决掉的情况下，还有他的肌肉没有充分的做延展的情况下，你会是双重疼痛。一方面胯根会影响你的贴合度，明白吗？胯根会影响你的贴合度。什么叫贴合度？来坐，看到没有，老师们，好多孩子在搬前腿的时候，实际上他的腿只到这儿，所以你把他的腿搬直，他也只在这个角度上。那如果我在一开始就把他的胯根给他调整到这儿，我只需要在这个地方蹬直，那么你看他的前腿是不是接近180了？来，能听懂的老师打一个听懂了，谢谢韩一送出的粉丝灯牌。小时候身体挺软的，现在大了跟钢板子一样。先练屈腿断胯根是吗？老师，什么样的程度可以伸直腿啊？亲爱的老师，就是你再把他的胯根，你看啊，我的胯根已经完全贴合的情况下，来抱住抱住，然后我让这个孩子慢慢的去蹬直。有的孩子他的肌肉如果能力不够的话，他可能蹬到这个位置，那没关系，我让他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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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蹬直了呗，能理解吗？所以不要强制性的去给孩子撕腿，不要强制性的去给孩子撕腿。袁卫星听到了吗？感谢袁卫星啊，袁卫星，你是学过咱们课程的老师，应该是把咱们那个粉丝灯牌给老师点亮一下好吗？来，所以大家看到了吗？来，那个胳膊过来，旁腿的时候，老师们，为什么好多孩子搬旁腿的时候容易贴到肩膀外侧？就是因为你没有给他转开，外旋转开，看到没有？让这个腿在我们的，看好了啊，让这个腿搬的时候就往我们的肩膀后边搬，你不要在这儿给他断，没有用，看到没有？到时候他搬腿的时候依然会受限。毕业多年，现在已经硬的跟搬砖似的。来，听懂的老师打一个听懂了，没加粉丝灯牌再加一个粉丝灯牌。谢谢糖果贝贝，大家点点关注加我们的粉丝团，我们后期会还会给大家一起去直播好吗？感谢大家。对，你俩使劲推一推，赶紧快速，对，忍住忍住忍住。感谢直播间的老师们，老师要先压弯腿，啥意思？要先压弯腿，踢完腿再给他们这样压。没有，我们直接上来就是断胯根，断胯根啊，半躺。来，没有点关注的老师动动手指点点关注，亲爱的老师们，点点关注给我们直播间增加增加人气，我们会给大家讲更多的干货分享好吗？所以无论你是在搬前腿的过程当中还有旁腿的过程当中，亲爱老师们一定要让他胯根贴合，就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贴合，对，不断的去贴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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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压完之后要踢腿吗？当然要踢了，三分压七分踢。怎么断？刚才不是在直播间已经讲过了吗？亲爱的，跳舞的奇迹，先给老师点点关注，然后我们做完那个之后就让孩子这样去练习，你看他的腿基本上都可以做到，看到了吗？而且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来问一下老师们，你们有没有学生腿虽然能搬上去，你也能给他压下去，但是他就是自己控不住，有没有？我错过前面的知识点了，没关系，先给老师点点关注，来走往上弹，先给老师点点关注加一个粉丝灯牌，我们后面还会给大家去讲好吗？那个菠萝蹲，菠萝蹲芙蓉有对吧？谢谢丽丽的关注啊，对，使劲儿，使劲儿往上弹，我们一会儿是不好的学生，来看一下，就是做这个练习太少了，这是第一个。好，来，我们做之前练的那个，这个，对，看一下啊，这是第一个控制，你们让孩子在这个位置上做三十个，来，三十个，做完之后你都不用问，你问一下孩子哪个地方累，一定是胯根儿啊，就这个位置胯根，我们要解决的就是髂腰肌，髂腰肌。然后之后我们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抱腿蹬的时候，老师们去想象一下，我在练的是哪里的肌肉力量，
想一想，亲爱的老师们，我练的是哪里的肌肉力量？是不是大腿前侧，同时还有髂腰肌？所以你看，我在不断的弯曲和蹬直的过程当中，我的大腿前侧是在收紧的。如果我大腿前侧没有力量的话，我的膝盖是不可能蹬直的。你们去感受一下，对吗？所以说我们这个动作就是把你的髂腰肌先练到，然后练你的大腿前侧，那么将来你在控制的时候，来松手控制，你就会有力量，你就会有力量。来，听懂的老师打一个听懂了，十八般武艺一会儿想听听断后胯根，可以的，没问题。大家动动手指点点关注，手里边有小心心的帮老师点一点，好吧？没有小心心的对着屏幕戳一戳，免费的小心心。手里边有小心心的帮老师点一点，好吧？因为我在这儿，抖音是需要我去做互动的，亲爱的老师们，你们给我点的每一分，如果你们一分钱。这就是为什么一直邀教学的一些内容，然后大家动动手指给老师点个小爱心，一毛钱啊，咱们也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兴许今天你在我的直播间听到一个干货，拿到你的课堂上解决了，对不对？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所以这个是完成抖音的一个流量。主力腿站不稳怎么练？那你就在练这个的过程当中，在练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让你的学员走去。第一个啊，你的脚一定要往地板上去使劲的踩，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去提你的后胯根，来，有没有搬前腿是这样搬一下你之前那个错误的，我昨天说的那个错误的，老师们看一下有没有学生搬前腿，老师的课讲得很棒，谢谢老师。有没有学生搬前腿是这个样子的，来快看，膝盖是弯的，来快点，亲爱老师们，你们自己练，来，老师们看懂了吗？有没有学生搬前腿的时候就这个下边这个腿死活站不直？有的打有，我告诉大家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今天讲完你们立马秒懂了。原因是什么？就是当我们去搬这个腿的时候，我们把左腿搬起来的时候，很多小朋友的骨盆，来，亲爱的老师们看他的骨盆，他不是腿蹬不直，他是骨盆做了一个什么，老师们，他骨盆做了一个后倾，有没有发现他骨盆做了一个后倾？所以你的下面的膝盖感觉不是那么直，蹬不直，原因是因为什么？他的骨盆做了一个后倾。那因此怎么办？我们要调整他的骨盆，走，把骨盆放直，往上立，立胯，立腰，立胯，膝盖蹬直往下踩，明白了吗？你千万不要来裹着骨盆，裹着骨盆，千万不要这样，你这样的话你一定会弯曲膝盖，腿蹬不直。来，听懂的老师打666888，不讲了，听懂的老师打666888，快点，就小孩跟艺考都是一样的，老师们都是人，包括成人，包括成人，亲爱的老师们都是人，他离不开原理解剖，明白了吗？人体的结构就是那样的，不管是小孩成人还是艺考生。所以有老师问小孩适合吗或者成人适合吗，我告诉你，只要是人都适合。好，我们我搬正的时候，主力腿的脚尖一定要正朝前方吗？主力腿的脚尖，搬正腿的时候，主力腿的脚尖，脚后跟吗？脚后跟吧，应该不是脚尖吧？李老师，是脚后跟吧？你搬前腿的时候应该是脚后跟，脚后跟朝前方啊，不是脚尖，不是脚尖。OK， 对，是脚后跟，脚后跟，对的，一定要朝前。好一点的孩子啊，他是脚后跟是朝向斜方向的，因为他的外旋要去加强外旋嘛，要去加强外旋。所以老师们今天先去练那个断胯根，先把断胯根，我们今天讲的那个断胯根先去学一学，我抖音里面拍的也有视频，大家可以按照那个练起来，好吗？按照那个练起来。谢谢 I mean 关注了主播，来快速踢腿，因为我这一会儿是学生，方法都给他们了，让他们自己练习，然后踢踢腿，我这会儿给大家直播一下啊，就是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方里边问。刚才有个老师说想看一下如何练下腰，呵呵，下腰的话，亲爱的老师，就是一会儿给大家讲一下好吗？有没有老师想听下腰的？有没有老师想听下腰的？谢谢嘿关注了主播，谢谢 Rose 送出的粉丝灯牌。
来，亲爱的老师们，快速完，现在学生是在踢腿，快速，每个腿30个，三组90个。想听搬后腿，波洛墩想听搬后腿。来，大家，你们波洛墩还有那18班武艺，我说了半天了，给老师点点关注，加一个粉丝灯牌，加一个粉丝灯牌。好，我一会儿给大家去讲搬后腿，好吗？搬后腿本身是我们下午要练的内容，我一会儿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好吗？你俩快点啊！有老师点菜谱了。大家点点关注，加一个粉丝灯牌，18班武艺，加个粉丝灯牌，我来给大家讲，想听搬后腿。好的，好的，没问题，没问题。内收肌紧怎么练？青蛙胯呀，去趴青蛙胯呀。小蚊子讲站下腰，袁卫星说讲站下腰。妈呀，这怎么办？我把我自己劈成3半吧，一半讲那个，一半讲腰，一半讲那个什么庆城舞蹈。黄校长，上次我买了课找不见了。所有的老师，你们买的课永远不会消失啊！你们下一个学浪，你们下一个学浪，然后学浪 APP 抖音官方的 APP， 抖音官方的 APP， 所以大家下载之后用你的购课的抖音号登录，你就可以看到课程，你就可以看到课程。老师，我树杈搬不直怎么办？树杈搬不直，树杈用搬吗？树杈用搬吗，亲？你问的这个问题，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你。树杈怎么搬？好的，我找一下，你去找吧，没关系啊，咱这个课永久不会消失的，好吗？搬后腿，有老师又说想听搬后腿，来，想听搬后腿的打111，打111，想听站下腰的打一个啊222，打一个222，不好意思，我说错了，都想听搬后腿，下回搬后腿，好，树杈 ，OK， 还想听树杈去学我的课去啊，去学我的课去，我有专门的课。来，我今天讲一下搬后腿一会儿，好吗？等一下，让他们先活动一下。来，快点，赶紧！你不是刚昨天刚搬好，今天没放下去。啊，不行，没有人可以加油，他们都要听搬后腿。没事，正好你们前旁练完之后，今天先练后腿。快点，听完了没？你俩一会儿我教你方法啊！你俩再把，你不是，尤其是你们，你给我拿两块瑜伽砖去拉你的小腿后侧去。等一会儿，你先踢吧，一会儿我教你啊！你现在腿已经好了，昨天男孩我得解决完，给我男孩那个腿已经上了。一会儿我给你看一下男孩的那个视频，我等拍的有视频，他那个树杈加高四块砖已经很好，他之前都下不去了。一会儿我给你看一下，我昨天专门拍的视频，我就给你看的。把他们做了一慌了一批啊，对 ，OK， 来，亲爱的老师们，你看我这会儿不说话，人都掉完了，我不讲了，你们大家能不能自觉一点，帮老师点点关注，点点赞，手里边有小爱心的在上方，哎，就这个位置加一个粉丝灯牌就完了，抖音给我的任务我要完成，老师们，快点，冰冰冰关注了主播，谢谢老师，谢谢大家，谢谢糖果贝贝，看到你给老师点赞了，谢谢。一个一个拍过去，一个一个拍过去。拍什么？他们这会儿在踢腿呢，他们这会儿在踢腿呢。来，大家动动手指点点赞啊，谢谢。18班武艺艾特了主播。大家动动手指点点赞，点点赞，点点关注，亲爱老师们，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干货。好，我问一下大家，就是我给大家说一个比较一步到位的一个训练后腿的方式，好吗？大家想不想听？来，在我直播间想听后腿的老师，快速！现在没有给我点关注的，点关注，动动手指，点点赞，点点关注。来，想听后腿的打一个111，快点！想听后腿的打一个111，只有一个人想听后腿。我告诉大家，你想要。你不要去搬后腿，你搬后腿也没有什么毛用，明白了吗？来，
好，我给大家讲一下，来搭上去，后腿搭上去，你坐，搭把杆，快点，我给大家讲啊，就是你们一个后腿的检测动作，你们其他该踢踢，你们不要停啊。来，膝盖蹬直了，就是如果你的学生连这个动作都做不了，你不要去搬后腿，因为你搬你也搬不起来。来，首先你要去解决他的肩胸腰，然后你要去解决他断胯根的能力。我给大家说一个标准，来，走，往后弯，后弯，走，抓，慢一点，往下蹲。就是说，如果这个动作你完成不了，你在把杆上这个动作都完成不了，你不要妄想去搬旁搬后腿，能理解不？老师们，来收。因为什么？这个动作就是肩胸腰和后胯根的一个结合，大家能理解的打一个理解了，打一个666888，就这。哎，你看有个老师还说就这，我们还没上干货呢。哟，哎呀，你的真的是，我跟你讲，就这咋了？你看不起我们这个动作吗？是这个你是看不起这个动作还是咋的啊？就你这个态度，我跟你讲，你要搁在以前，我早都给你轰出我的直播间了，还就这？你是搬得很厉害了还是咋的？老师没看到，来再看一次啊，再看一次，走。看到了吗？来蹬直主力腿，先去看你的孩子能不能做到这个动作，如果这个动作做不了，你后边不要再去练了，因为你练你也练不到。来往下搬，踢搬，可以了，站起来踢搬给他看，走，你做不了，他们要往前拉，绷脚顶后胯，来，看到了没有？看到了吗？老师们，就这。哎，有个老师说站着说话不腰疼，小宝马先给老师点点关注，加一个粉丝灯牌啊，我做不了。哎，看到的老师打看到了，看到的老师打看到了，看到的老师打看到了。老师说来转过去，就有的老师会疑惑，就是说多大小朋友可以练？你只要想练后腿，你就先去按我说的，先把他的肩胸腰解决掉。那么好，我再给大家看啊，具体我再给大家去拆解。那么你的胸腰要达到什么标准？进去。进去，胸腰要达到什么标准？就是你要去搭在把杆上去甩肩胸腰，你的胸腰至少要达到这个标准，看到没有，老师们，胸腰要达到这个标准，你躺在把杆上，就是把自己吊成一个 U 型，来帮他一下，帮他拉一下，走，往下推一下，吊起来，勾脚，至少要到这个位置上，来，看懂的老师打，懂了，收。这是我们的肩胸腰的开度，你的肩胸腰至少要到达这个位置，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的后胯根要到达什么位置，来加一个垫子，加一个凳子，懂了懂了， OK OK， 胸腰嘎嘎硬怎么办？练呀，甩呀，不断的练，不断的甩呀，李老师不断的练，不断的甩，我四十了我就看看你完全可以的，你知道那些练瑜伽的五六十的都有，人家还能搬做后弯吗？还能做舞王式呢，对不对？搬后腿在瑜伽里边就叫舞王式。来，看好了啊，后腿的软开度要怎么样达标？就是你在竖叉的基础之上，后腿加高，至少要到这个位置上。你就相信我，这是我们给艺考的学生做出来的一个标准。就如果这个动作你都完成不了，这是几块砖，四块砖，大概四块砖的高度，必须保证前面的屁股坐到地上去，因为他刚才没有活动啊，往下坐他是可以坐下去的，对，就是四块砖，我不知道多少公分，我没有量过，然后大概就是四块砖，瑜伽砖的四块砖啊，瑜伽砖四块砖，你们自己去量吧。先跨了没有先跨啊，亲爱的老师，你知道什么叫先跨吗？飞，你知道什么叫先跨吗？来，我问一下老师们，我再给大家普及一个概念啊，你们都踢完了吗？前腿呢？旁腿都踢完了，90个全踢完了，我不相信这么快，你看那个徐梦佳脸上都没出汗，出汗了，好，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来，我告诉大家，这不叫先跨，亲爱的老师们，这不叫先跨，好吗？这叫正常的竖叉，这叫正常的竖叉，
天哪，一二三齐活，这叫外旋转开，对的，好吗？那我就不讲了，来起来吧，可以了。就是说，如果你必须对，这叫外旋，胯根没放正，那您就别看了，赶紧出门右拐，拜拜了，您的飞的飞，好吗？哎呦，我真的是没办法说，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认知不一样，真的已经很正了。你想让他怎么正？来，我问问你，你想让他的后腿完全来搭上来，完全是脚背膝盖贴地吗？你觉得这个叫胯根正吗？完全贴地吗？我告诉你啊，后腿在练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外旋转开，这个你看到好像他的骨盆做了一个倾斜，这是正常的。因为如果他的骨盆来转正，他的骨盆如果是这样的，来，你去给我抬一抬后腿，看你的孩子能不能给我抬到180。只有你在转开外旋的情况下断开后胯根，你这个腿才能上去， Do you know？ 来，你连这个你都不懂，你还在这给我上知识，飞，我真服了。好了吧，不讲了不讲了不讲了，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我讲着讲着都来气儿了。我跟你讲，来听得懂的，觉得老师讲的是干货的，把666888给我刷起来，快点，老师们给我们点点赞好不好？点点赞。我说我家怎么上不去，对了呀，如果你在练搬后腿的时候，你的膝盖和脚背还是正正的朝向地板，我告诉你的后腿不要搬了，搬不上去，明白了吗？来，听懂的老师打666888，咱们不说那么多啊，来。对，竖叉一定要去正胯根，搬后腿一定要外旋，18般武艺可以这么理解啊，可以这么理解。但是真正的竖叉也是需要外旋转开一点点的啊，也是需要外旋转开。你看看，我们都是这样去练的，一定要去甩，一定要去对做这个拉。哎呦，你还怪聪明的，我正想跟你说的，有感觉没？小腿后侧有、啊。对，所以你现在就刚才我给你搬前腿，为啥你就差一点点？感觉那个膝盖窝那个地方就这可紧，就是这样。你没有见男孩昨天来的时候咯噔咯噔响，就那个筋，就是那个两边的那个肌腱噔噔噔在那乱弹。你那是后腿大腿后侧肌肉，你做一做这个拉伸没关系，你拉一段。我昨天晚上让他拉完这个，我就让他一会儿你再去做这个屈膝屈髋，就这样蹲着屈膝屈髋，然后蹬直，你就这个是专项解决这一块的，你解决一段，你那个腿就没有问题了，完全没问题了。谢谢老师送出的礼物啊，大家动动手指点点关注。大家我们现在在讲的就是肩胸腰，本来肩胸腰是下午做的，下午我们要练的啊，我们今天上午是前旁腿，但有的老师提出来我们就给大家展示一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关于肩胸腰，还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问啊。我也是学舞蹈的，我是26届的艺考生。您是哪里的德源？你是哪里的德源？濮阳的吗？离我们没多远，离我们没多远。福建的啊，福建的。但是我看你在上面写的是塔沟武校濮阳，我看你写的塔沟，我以为你是河南的清华大学。使劲儿，对，不断的拉，不断的拉，你可以让你那个脚的勾脚的那个角度再那个什么。我发的信息屏蔽了吗？您发的是什么呀？叮叮当，您发的是什么？老师们动动手指点点关注点点赞，手里边有小爱心的帮老师刷一刷。大家有什么关于软开度训练当中的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问，因为我现在在上课啊，我现在在上课，然后学生正好也在练习，我可以给你们拍他们训练的一些内容，好吗？你们想知道什么，想知道什么的赶紧。后腿的大家理解了吗？我已经给大家讲了分解了，就是你的后腿想要达标，必须要把你的肩胸腰达到那样一个程度，还有你的后胯达到那样一个程度。怎么开肩？怎么开肩？甩肩卡在哪个位置甩？甩肩卡在哪个位置？来讲一下啊，讲一下。甩肩的时候不要，肯定不要卡在大腰上，肯定不要去甩腰。我们的原理就在这个肩胛骨的下角啊，你就让肩胛骨的下角搭上去就可以了啊。然后你也可以往下边走一点点，但是绝对不要搭大腰，好吗？对，你看就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对，走，就是我们的一个评判标准大概就在胸骨。来，有没有老师知道胸骨在哪里？有没有老师知道胸骨在哪里？亲爱的老师们，有没有老师知道胸骨在哪里？胸骨在哪里？有没有老师知道？
就是你们说搭把杆搭在哪个位置，我告诉大家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的正后方。你看，因为我们挑胸腰的时候，胸骨这么这个剑突和胸骨这个地方是要往斜上走的嘛，所以就在它的后方，就在它对应的后方搭上去就可以了。来，听懂的老师打一个听懂了。肩要怎么练？就是甩呀，亲爱的老师，就是甩呀。你前期需要去做拉伸，把你肩膀周围的一些肌肉做拉伸，然后练完之后就去不断的甩，不断的去甩，手臂伸直了，手臂去伸直了，对，不断的去甩，不断的去甩，你这个可以帮他拉一下，他完全可以下去的，先甩吧，甩完拉，再使点劲，脚踩住啊，脚踩住，脚踩住，对，往下甩，好，你俩可以了，去屈一屈，屈身，做屈身，对，你扶着这个二号把杆，你扶着这个二，来看我做。扶着这个，然后就在这往后站一点，然后不断的屈伸，屈伸，这个地方啊，一定要夹着，不要起来，你不要一起来你这松了没有用了，对，屈伸，走，撅屁股往上，往天花板上走，对，有没有感觉？膝盖窝后侧，再去蹬，就做这个，我发了三遍，真的是屏蔽了吗？这个舞蹈生这么甩吗？是的，是的，是的，甩多久？多大孩子就可以这样甩？哎呦，亲爱的老师，我的课程里边6到8岁的孩子就已经开甩了啊，6到8岁就已经开甩了。你们不要去做那个推直、甩肩、颤肩了，没有一点用，没有一点用，明白了吗？就去做这个，非常好用，嘎嘎好用。他们一般甩多少次？来，你跟他说，你们一般甩多少次？一组30个，甩3组。嗯，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吗？老师们。来，动动手指，点点关注，点点赞，那个半糖给老师点点关注，加一个粉丝灯牌，半糖不会挤腰的，挤腰就是因为你的肩胸腰不好，挤腰就是你的肩胸腰不好，没听清楚，菠萝蹲我刚已经跟你说了，加我个粉丝灯牌，你不要再问我问题了，你问我也不会回答你了，亲，我跟你说了半天，我说老师你给我点点关注，点点赞，加一个粉丝灯牌，我讲了1个小时了，你都没给我点一个粉丝灯牌，你还一直问我问题，亲爱的，没有，你要点了，你那个前面的小童星就亮了，好吗？你看我一直很真诚的去回复大家每一个人的问题，我就需要大家给我送一个粉丝灯牌，你们都不舍得，所以无话可说啊。往下，慢一点，不要猛的去拉它啊，往下推，吐气，勾脚吊起来，吐气，好气，你别把它给我嘎嘎晕了。一会儿当着直播间这么多老师的面，你又晕了一次，你吓死我了。好，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前期的时候你们一定不要使劲给孩子去搬，因为好多孩子他的呼吸啊还没有掌握的情况下很容易晕，明白吗？头晕，然后有的可能就过去了，憋过去了，晕过去了，所以一定要10个就可以了，起10个就可以了，然后慢慢的给他延长20个30个，点着赞一下子点出去了，阿斗酱你太可爱了，我刚刚加了，但是这第一次弄这个，好，谢谢菠萝蹲啊，谢谢菠萝蹲，我的孩子都是跪立，然后我抱着甩，那你不累吗？8拍舞蹈培训，那你不累吗？啊，6岁练6岁练您发的胯根能力吗？就是你如果想要去解决前腿能力，你就去练那个就行了啊，4岁也可以练。老师肩胸不好这么甩挤腰，要不要退阶在把杆上耗？刘柠檬，我现在讲的是如果说你的肩胸腰不好，你肯定要去耗的，你肯定要去耗，但是这个甩可以让你快速的进步，明白了吗？明白了吗？就是如果你的肩胸腰不好，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因为我这边这个小姑娘，来，这个小姑娘肩也不是特别好啊，但是她现在已经有活动度了，就你看啊，来，你躺到这儿，你会发现有好多孩子在躺到这儿，来，老师们看一下，别动，你不要做那么好的，你就做差一点的，你看有没有这种孩子往这上面一躺就是特别特别硬的，你们去检测一下，就这个腋窝没有展开，好多孩子的腋窝是在这儿的，能理解吗？老师们，你在这颤没有用，你会发现这个孩子根本就没有幅度，能理解吗？您有课程吗？有的，有的，不要，我这会儿不能说课程啊，因为我没有上架，不要问我课程方面的问题，最后再说好吗？来，先听老师们有没有，来，我给你们做两个对比，你过来，你坐好，你起来，对，肩没有练好，你会发现刚才那个孩子这个地方没有打开，你看这个孩子是不是开了，所以检测一个肩到底好不好的原因检测哪里，肩胛骨有没有展开，腋窝有没有展开，来，听懂了吗老师们？所以好，起来，所以针对这个孩子，来，
针对这样的孩子，他们一般甩多少次？你刚才没听清，甩三十次。我们需要一点一点把他的腋窝给打开，看到没有？他现在已经好多了。腋窝一旦打开，你的肩胛骨就会联动了，看到吗，老师们？肩胛骨联动，让他这样去颤，这样去甩，他才能够把这个肩给打开。听明白了吗？所以你们好多，来帮我拿着，帮我拿着，照着我。来，有没有老师看？好多孩子，你们让他推着颤肩，看我做啊。有没有这样？来，有给我打，有有有，快点，有给我打，有有有，来。他说腋窝怎么打开？有没有？来，他们打有了吗？没有，没有人打有是吧？不讲了 ，OK。不讲了，你们都没有，有。你们都没有，来。有是吧？来，你看一下，老师们啊，你的好多孩子完成这个甩肩靠的是哪？是不是撅屁股塌腰，把你的肩好像看似你的肩打开了，实质上来看一下，我把屁股收回来看一下，老师们，你看你的肩动了没有？你的肩是没有幅度的，我们真正的开肩是打开肩胛骨和腋窝，让你的肩大臂远离后脑勺，明白了吗？这个才是真正的开肩，听懂的老师打666888，快点。听懂的打666888，都是这么练的，所以你错了呀，都是这么练的，所以你错了。老师，你这怎么学？好看，谢谢小宝马啊！不要慌，一会儿大家最后再去问关于课程方面的问题，好吗？我在直播间不做回答。来，听懂的老师打666888，我所有的竖叉、横叉、开肩，然后练腰的都有啊。大家可以去那个什么，先去听一听我们直播间讲的怎么样。他要撅屁股的，对的，所以腰部代偿了呀。你做那些没有用 ，OK？ 这不是没有收紧核心，是他的肩根本就没有开，他的肩根本没有开。来吧，压一下后胯，然后你们整好，你那个肩可以了啊，你给我开始大幅度的去颤甩。你就开了，你很快你的后腿就上来了，你的也是啊，后胯给我踩下去，来看一下啊，我们的标准就是必须要让他在这个位置，来手给我扶把杆去。还有一个点要提示老师们，你们在做这个竖叉加高的时候啊，一定要让孩子来往前趴，手落下来，来，亲爱的老师们想象一下，有没有孩子这样的下竖叉还有加高的时候重心是这样的，有没有？快快快，有没有是这样的？有的打有有有，快点！咱们直播间60-70个老师，能不能速度快一点？老师们，我都不想讲了，你们真的太慢了。大家动动手指，点点赞，点点关注。有没有这样的？来，我告诉你，这样练后胯毛用都没有，听明白了吗？这样练后胯毛用都没有，听明白了吗？有，我现在就是这样。如果你是这样练，来，我问一下，你现在的重心在前腿还是在后腿？所以他的前腿会很痛，你要夹高解决的是后胯，你又把重心压在了前腿，那么我请问你练的是什么？所以怎么办？立直后背，拔腰立背，把所有的力量给我往后胯根上去压，听懂了吗？来，听懂的打一个懂了，666888，觉得老师讲的是干货的，对，重心向后，其实不是重心向后，就是你要让它立起来，然后把它的重心压在后胯上，这样你的后胯才会有作用，不然你让你的孩子趴下去，我跟你讲，咱好多老师让孩子手撑个瑜伽砖啊，撑个瑜伽砖或者手撑地，毛用都没有，立起来腰痛，那就是你的后胯还不行，你的后胯还不行，空中家人，那就是你的后胯能力还不行。你们有没有见过那种盘腿竖叉的孩子还是往那个重心往前趴的，这些都是你的后胯能力还不好啊。后背立直，对，立起来，如果腰痛的话，我建议你不要使劲的去挤压大腰，你先慢一点，力到你觉得我腰不是那么痛，如果你再往后弯1公分，你觉得你腰痛了，你就不要多弯了1公分，明白了吗？但是你不能往前趴着，来，后背立直，手上去，对，没有这种扶把怎么练？没有这种扶把，哎呦我去，你们真的是给我提来，如果你们没有把杆拿着，如果你们没有把杆来下，如果你们没有把杆来，我去，来上拉上来后腿，我教你怎么练。如果你们没有把杆，老师们，咱有人没有？有人没有？来，手举上来。你看现在他的重心是不是全部落在了胯上？你没有人，两个小朋友一组来，拆，就这样练，
你试试，比那有把杆我告诉你还来得猛。来，听懂了吗？老师按照您的方法练习，第二天胯根和臀部都酸胀，是不是休息几天再练习？是的，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啊，休息一下，做做拉伸。来，听懂了吗？听懂了吗？老师太可爱了。是的，是的。 OK， 好，不讲了啊，不讲了，不讲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咱们现在直播间已经上人了，来，老师们动动手指给老师点到90人，100人，好吧。今天我们直播间突破100人，好吧。站下腰讲一下，老师看袁卫星老师的直播真的干货满满，对吧？所以我说让你们一毛钱加我的粉丝灯牌，值不值？来，觉得值的打一个值，快点，觉得值的打一个值值值。我们所有的课程都是把最，就是你们最容易犯的那些毛病全部给你扼杀在摇篮里边了，亲爱的老师们，明白了吗？全部给你扼杀在摇篮里边了。所以你按照我的课去练，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然后不懂的，我们就像这样，我们有一对一的辅导，我们后期你值得更多人看到。谢谢谢谢，没关系啊，没关系，咱们就是直播，遇到有缘人，遇到有缘人就可以了啊，不需要人多，人多了我告诉你什么人都有，黑粉都来了。所以我就觉得保持百人在线就可以了啊，咱们有那么大的要求。使劲摔胳膊肘，伸直，直直直。 OK， 谢谢大家，来动动手指，点点关注，点点赞，点点关注，点点赞。然后大家有什么想要去学的课程也可以告诉我啊，我今天所有在我直播间学课程的老师，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半价的优惠，所有的课程全部半价。我有一个线上全模块的课程，我给大家上架一下啊，要不然不能说。来，老师们还有什么问题？讲讲站下腰，袁卫星刚才说讲讲站下腰，一会儿我给大家说一下站下腰好吗？一会儿给大家说一下站下腰，给大家讲一下课好吗？一会儿给大家讲一下课好不好？来，现在亲爱的老师们可以点开咱们下方小购物车里边，你们去看一下课程，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课程，然后先不要买，先不要买，因为这会儿没有改价，这会儿没有改价。他是在甩腰还是在甩肩呢？他是在练肩胸腰，他没有在甩大腰，他也没有在练肩，他是练肩胸腰，因为肩胸腰是不分家的。但是前期练的时候一定要把肩打开，肩打开的标准就是，听过我课的老师都应该知道的，肩打开的标准就是腋窝展开，肩胛骨联动，腋窝展开，肩胛骨联动。如果你不懂，你去学我的课你就明白了，好吧。一号链接是我包含了所有的竖叉、前屈受限、竖叉横叉、科学练腰，还有咱们的一个要送大家一个，就是搬后腿和站下腰抓脚啊，一共是6个课程，亲爱的老师们。但是抖音里面给到大家4个，其他的2个再送给大家。所以如果需要的老师可以去拍一号链接，原价996，今天在我的直播间600，今天在我的直播间600，亲爱的老师们，好吧。你们需要的老师就去拍一号链接，有需要的你就告诉我，然后我来给大家改价格，好吧。贤良关注了主播，我们一会儿给大家讲一下腰，你们来听一下我讲的站下腰，好吧。你们快点拉拉完后腿，我一会儿给大家去讲一下腰。出发了，出发了，什么出发了，什么出发了，小胳膊短腿课程也是这样详细吗？必须呀，乌苏市出尘舞蹈培训有限公司。我既然把这个课上到抖音里面，如果我讲的内容跟我现在说的内容不一样，你为什么要来学习呢？是吧？出尘舞蹈，而且我还有 VIP 群，你学了我一号链接，就是你拍了我的大全课，一号链接是大全课，你拍了大全课，我会送你 VIP 群，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一对一的，我会给你改一下价钱。 OK， 好的，谢谢老师啊。来，需要的老师啊，你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去拍一号链接好吗？好了，可以了，我送你 VIP 群，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过来找我，亲爱的老师，你相当于买了一个课后的一个咱们交流的一个老师，好吧。有什么问题我这边只要上课我都给你拍视频发给你，反馈给你，好吗？需要的来来，快点，甩完了吗？压完了吗？来踢一踢，搬一搬，你赶紧去练你的后腿去，那个谁，徐梦佳，你过来练一下腰。拍过的老师告诉我一拍啊，拍过的老师告诉我一拍，我给大家点个关注，我要拉大家进 VIP 群，咱们这个会送大家一个 VIP 群，亲爱的老师们，
花几百块钱把我这个课去学一学，现在哪个师资不是4000多、5000多、6000多？老师们，你花几百块钱，亲爱老师们，你去听一听我讲的这些原理，你把原理先搞明白好吗？原理先搞明白，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啊，来，一拍一拍 ，OK， 我回观一下你啊，咱们那个出尘舞蹈，你们练腰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你先活动一下，推一下那个肩胸哟，推一下。拿个凳子过来，来，我回关你了，下播之后拉你进咱们的 VIP 群啊，出尘舞蹈。来，老师们，你们下腰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你们下腰的时候有什么问题？老师们赶紧去拍一号链接的课，你们相信我，这个课程你必学的，真的。下腰起不来，距离太大。 OK， 好的。首先，亲爱的老师们，你们也一定要知道，你在下腰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去把你的肩胸腰练好。那么肩胸腰第一步要练的是什么？我一会儿给大家讲一下啊，你们先练，快速，给他使劲往下踩一踩，你这个已经好多了啊，你看你的屁股快贴到地了，往下，快，这个原来这个妞原来硬邦邦的啊，已经好多了，你看现在这个快达标了，你再把这个解决一下，你的后腿就上来了。来，我问一下老师们，你们下腰起不来知道什么原因吗？下腰起不来知道什么原因不？你得知道什么原因呀。推，往后推。你可以先低一点推，放那么高。啊，那你就这样吧，往后推。重心在手上，不是的，你下腰起不来。我一会儿给大家讲一下啊，就是袁卫星，你去听听咱的课，下腰起来要靠的是臀腿的力量。袁卫星，你买过我的课程，你应该知道我课程里边讲的有，你没有把我的课听完，你没有把我的课听完。下腰下和起靠的是哪里？不是靠腰，亲爱老师们，不是靠腰。如果你靠腰，你是起不来的，明白了吗？如果你靠腰，你是起不来的，要靠哪里？靠你的下肢，靠你的下肢，臀腿的力量。臀腿的力量 ，OK。来，那个帮我拿一下，那个谁，你过来帮我。我先告诉大家，你拿，你坐，看好了啊。我先告诉大家，第一个坐到那，坐地挑胸腰。好，你们第一个步骤，来走，抓住板杆，直接起。看一下啊，这个肚子必须要垂直，要跟你胸口一下必须要垂直。好多同学在这儿来看，塌腰在这儿有没有，老师们？来，别动，就坐到这儿，我拖着你，腰不痛。来，有没有？这个时候你的挤压点全部在大腰上，看好了，肚子吸住往上挑胸腰。来，如果你的孩子还起不来，顶着他来，看到区别了吗，老师们？这是不是把你的肩胸腰给顶出去了？好，起。所以第一步必须要完成刚才那个动作，刚才那个动作听明白了吗？大腿根和胯臀肌的力量。来，听明白刚才拍的那个动作，听明白的必须要那样去完成，先完成一个控腰90度。你们好多孩子那个地方都打不开，能明白吗？你们好多小朋友那个地方都打不开。然后我们会让孩子来进行站下腰去推，这个一点一点加高去推，这个就会把你的胸腰打开到一个极致的位置。来，往后推，然后慢慢的去加高，可以，对，加高加高，往后去推。那这个动作练好了，你的站下腰抓脚就没有问题了，你的站下腰抓脚就没有问题了。来，往前爬，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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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一下。好，来，重新做一下，喘口气，休息一下啊，给他一个呼吸的气口。大腿根和胯根和臀肌的力量，对的对的，就是下肢的力量，下肢的力量。站下腰起和下一定要把力量放在下肢。来，走，往前下。好，来，往里边爬，不，手扶地，手扶地去，往里边爬，手脚距离放近，往里边爬，抓，往上挑胸腰，挑胸腰，再往上爬，再往上爬，多爬一点，你可以屈点膝盖，再屈点膝盖，屈膝盖，手往上爬。好，走，对，不断的往上爬，往上爬。好的，收，挑。来，看懂的老师打看懂了，蹲，休息一下，看懂了吗，老师们？所以如果你的肩胸腰不好，它会影响到你的整个站下腰，它会影响到你的后胯后腿，
它一定会影响到你的后胯后腿。看懂了好吗？来，我接下来再讲一下啊，站下腰起的时候看好了，来做个站下腰，往前站，往前站，好，来走，站下腰下九十度斜下位空，然后落地屈膝手点地落下去，然后你看起来的时候，咱们好多孩子用大腰，用大腰起来，你看你会起，用大腰，用大腰起，起起不来，起又落下，有没有？好不容易起来了，走，跑出去了，好不容易起来了，跑出去，有没有这种情况？老师们，有没有这种情况？有没有这种情况？来，有的打有有有，看好了啊，原因就是因为你的大腿没有发力，来走，下，九十度斜下位，好，手落地，起来的时候重心向前走，踩地，脚踩直膝顶胯收腹挑胸腰，记着我刚才说的五个词，脚踩直膝顶胯收腹挑胸腰。好了，谢谢你，你去练后腿吧，把后腿再搬一搬控制好吗？把这个练练，然后去练你的技巧组合去，再踩一踩，快下去了，快下去了，很好。来，有没有刚才我说的那种情况？好的，老师，谢谢，不客气，不客气。已经讲完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快速，有问必答啊，有问必答。老师们有什么问题，赶紧问，快速。趁着这一会儿啊，明天我就不直播了，明天我就不直播了啊，快点，大家动动手指，点点赞，点点关注。直膝，脚踩直膝顶胯收腹挑胸腰。那大腿和腰腹力量不好，做什么练习呢？咱们课程里边有详细的课程训练内容，大腿前侧的肌肉怎么练，胯根的能力怎么练，臀肌怎么去做，就是你在动作里边就把这些东西能解决掉好吗？慢慢亲和，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学一下我的课程。刚才不是老师有问吗，如何能快速搬腿，如何能快速搬腿，这个咱前面已经讲过了，前面已经讲过了，对，脚踩直膝顶胯收腹挑胸腰，脚踩直膝顶胯收腹挑胸腰，把这几个，它就是让你的腰形成一个波浪，形成一个波浪，然后快速把自己拉起来。大腿前侧力量如何去练习，就是你可以跪板腰，跪板腰，跪在那儿练板腰，练一练大腿前侧的肌肉力量，跪板腰能理解吗？武艺舞蹈，你还没有给老师点关注加粉丝团呢，你还没有给我点关注加粉丝灯牌呢，对，你就练跪板腰就可以，它就是在激活你大腿前侧股四头肌的力量，就是你的孩子在下腰的时候不容易往后砸。有没有好多孩子在最后下腰的时候帮一下的时候砸在地板上磕一下头再推起来的，有没有？老师们有没有？有的，对，所以那些都是因为，都是因为你的肩胸腰的能力，你的下肢的能力不够，明白了吗？老师，胸倒立是靠哪里起来的？背肌，背肌，臀肌，下肢的力量，背肌，臀肌，下肢的力量，明白了吗？背肌，臀肌，下肢的力量。很硬的胸腰，43岁怎么练习？还有教吗？嗯，亲爱的老师们，你们去学一学我的课吧，好吧？我讲了这么多，我在直播间给大家讲的就是试听课，咱说实话的，我像我这么真诚的主播没有几个了，哪一个老师一上来都是在推课，你看我讲了一个小时我没有去推我的课，只有老师问了我才去讲，但是我在直播间的时间有限，我不可能把我所有的内容在短短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一个体系的东西我给大家去讲完，那我还有一些课，比如说这种东西我不能展示啊，我有六到八个学年的训练内容，我也不可能做到直播间把这六到八个内容全部学完讲完，对不对？所以直播间呢，我只能给大家在有限的时间讲一些干货，让大家去了解一下，看我有没有这个能力把你的孩子给教好，就是我有展示的一些孩子，你们看一看我有没有这个能力把你的孩子教好，如果你觉得哎，这个老师讲的不错，确实解决了我教学方面的问题，可以跟着老师一起来学系统的课程，就是咱们一号链接的大全课，你不学也没关系啊，因为我本身也不是以卖课为主的，就是上来给大家讲一讲好吧。很硬的胸腰绝对没有问题，跟着课程去走，我带过一个四十多岁的成年大哥，他到现在把前桥后桥练得非常好的，练得非常好的，要不要看一下，要不要看一下，来我给你看一下，我去年带的一个成人线上的一个大哥啊，我给你看一下，他到最后他的那个软开度解决得非常好，我看看啊，我给你找一下他，我有他的那个
等一下啊，我给大家找一下啊，来，需要拍一号链接的老师赶紧去拍，名额有限啊，名额有限。而且我这个课程里边还有肩，还有那个后腿怎么练呀，都会给到大家。来，你们看一下，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成人啊，你们我带了好多成人，有的那成人我跟你说硬的呀，真的是非常非常硬，老师们，来看一下这些成人，跟着我练的成人，看到没有？跟着我练的成人，然后你们看这个大哥，这个大哥，看练后胯根儿，解决后胯根儿。然后去看这个大哥练的那个肩腰，看一下，你们学过我课程的老师都知道，这个是我课程里边的动作。这个大哥也是，因为这是他自己开的一个手机的营业店，营业。来，再去看大哥练的下腰，他现在前桥后桥都没有啥问题了，因为他之前练的时候腰痛，这是刚开始练的时候腰痛，然后也是解决完之后，他现在后桥。你去做那种后桥前桥都没有啥问题了。你看这是大哥练的过程当中给我发过来的视频，看到没有老师，我都有截图。他每天你看加高的去耗前腿，加高去耗前腿，加高的去耗后腿，看到没有啊，我都有截图的。所以咱不说谎话，老师们没有必要说谎话，因为效果在那放着呢，对吧？所以需要的老师你就去学，不需要的也没关系，好吧？太猛了，太酷了，太猛了，太酷了，对，厉害厉害，对。所以说不管小孩呀成人呀艺考呀，亲爱老师们，软开度它都是一样的，你只要把软开度打开，没有，就除非这个孩子是先天性的结构性的问题，否则的话没有下不去的，不用线下来找我，遗憾中的风，我有线上课，你直接线上来找我就行了。你是哪里的？遗憾中的风，你是哪里的？你是哪里的？包括你们去看这个成人，他的横叉原来他的横叉是没有一点点幅度的，特别硬的，你都可以看这他刚开始练的时候多硬了，看到没有？这个他刚开始练的时候多硬了，因为我后边他已经练得很好了，你甘肃的那么远，你怎么来找我？不用来找我啊，线上跟着我学就行了。它很硬的，后面横叉、竖叉、站下腰都解决掉的，都解决掉的，啊，所以这个没有什么说谎啊或者怎么样的，好吧？有就是有，能解决就是能解决，不能解决咱也不能说着谎话去为了卖个课，啊，去说谎，没必要。线上怎么学？拍一号链接，拍一号链接的课程去。来，那个罗雨欣，后腿搬上去了吗？什么马上？30个啊，赶紧快点！你来这儿，一会儿给老师们展示一下后腿。没事，正好有展示的时候你就有进步了。你先搬吧，一会儿。现在怎么学？去拍一号链接。我想跟你学了后去参加艺考，可以呀、啊，可以呀、啊。你先看看线上的课，后期如果说哪有链接，下方小黄车，微笑是糖，下方小黄车，那个遗憾中的风，如果你有意向的话，可以来我这边，可以来我这边。当然，前提你要考虑好，你要考虑好。我最近感冒了，有点难受。下方小黄车怎么会没有车呢，亲爱的？遗憾中的风，微笑是糖，微笑是糖，你去拍下方小黄车怎么会没有呢？快点啊，你们几个，嘿嘿，别看了，卢雨欣，光看别人，不是卢雨欣啊，那叫啥呀？吕淑欣就光看到人家都搬上去了，我啥时候搬上去？吕淑欣光在那着急，先把这个搬住了。施一飞，你又在那干啥呢？施一飞，啊？啊，快点啊！
私信我，私信我，可以，可以，可以私信我，可以私信我。来，我给你看一下怎么去拍那个。来，点，这不是直播间吗？这不是直播间，看到了吗？这不是直播间。然后这个下边你看不到吗？就这个小黄车，亲爱的老师，你看不到吗？小黄车你看不到吗？就这个地方，你直接去拍就可以了呀。我看到了，刚卡住了。一号链接是原价996的，现在我们做的活动啊，600。直接去拍吧。遗憾中的风，那我私信你。OK， 可以的，可以的。来，亲爱老师们，咱们直播间现在还有舞蹈老师吗？还有舞蹈老师吗？你们相信我，你们今天把我一号链接的课程去拍一下，2024年，我保证你们不用再去花大几千去学其他师资了，因为我这个里边全是运动解剖的原理，老师们。全是运动解剖的原理，就是你看到的那些为啥我们的孩子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我都会通过原理解剖的方式来告诉你，原理解剖的方式来告诉你，让你真的懂了，你懂了，你到底知道你的孩子为什么搬腿上不去啊，为什么做这个上不去啊，你都找到原因了，你再去针对性的去解决，你觉得能不能解决掉，老师们，你觉得能不能解决掉，你就相信我，我今天讲的这些点，你觉得，你就摸一摸自己的良心，问一问自己的那个心，就是我讲的这个东西，你在别的直播间能不能拿到这么干的干货？我讲的东西就是我课堂我学生怎么练的内容，我跟你讲了。如果你这个你还，而且如果你不会用，我们还有课后的一对一辅导。如果你说老师我练这个我都练不好，那你不用学，我的课你不用学，真的。OK。就是已经是傻瓜式的教学了。我还有10分钟就下播了，老师们需要的去拍，需要的去拍，快点快点甩，快点甩。你看你们几个都快了，都已经碰到了那个田，不是田，绿树心，你都碰到了，你昨天都抓到了，你又抓不到了，赶紧练。再弹直，膝盖再弹直，别往前跑。需要拍的老师抓紧时间啊，我还有10分钟就下播了，还有10分钟就下播了。老师们去听听课学习一下，听听课学习一下哈。为啥我开的这个？飞天艺术胡老师，欢迎老师，欢迎老师。快点快点。来，你俩上来吧，你俩上来吧，来快坐。让你俩在那儿，你俩也不练。来吧，对着镜头，当着全国老师们的面搬。侧着。你侧着。对，你往上面，你站上面，你侧着，你面向卢雨欣，卢雨欣就在那儿，你面向卢雨欣，你俩面对面，对，来搬吧，你这样能看到。稳住，所以每天30个练起来。弹直弹直，卢雨欣膝盖再弹直，你的膝盖又没弹直，你的膝盖又不弹直。你都转到哪儿了？
你。快点，快点！向上弹，向上弹，手往下移动一点，右手稳住，主力腿踩住了，好，胯根往上提，弹直膝盖，没有昨天的直。你赶紧吧，昨天我都跟你说让你回家没事练一练，你今天来又不行了，所以你今天再给我练30个，练完之后你又直了，每天保持。你转一点就看不到这个镜头，对，走，往上提，拉后胯，背肌往后卷，卷背肌，然后再拉后胯，后胯往上提，拉，往前拉，好，头靠近，嘿嘿嘿嘿嘿，干啥呢？再来，拉后胯去，你的后胯没拉上去啊，把后胯拉到180。主力腿，主力腿往后，主力腿往后，主力腿往后，你主力腿往后一点点。对呀，你俩就在这搬吧，30个啊！老师们帮我监督一下他俩，30个，快做！你们才做了3个了。刚才在那儿做的不算。不算，从现在开始。30个啊，对，弹直弹直，不断的练。在线的老师帮我监督一下他俩啊，帮我监督一下他俩，帮我数着数。往上拉，徐梦佳，把你的胯根给我拉上去，再往上拉，拉到180。你们四个来，你们四个一块儿去推一推胯根去，就那样搬。他抓住之后给他往上拉，知道怎么拉不？你俩快点搬啊，30个，我就开着播，我不停，赶紧拉，30个，来看怎么拉，走。接往上立。
弹指对，你看看，是不是直了？那再弹，再弹，推我的手，推我的手，就弹直了，再推我的手，就推好了吗？你现在把这个，你看你的肩膀，你是这样的，你立直呀，先保证立直的，你看他了，你把你的这个都开始发作，你准备，先这样抓，抓住之后一定要学会转肩，把肩转过去，然后往上去推后胯根，推后胯根往上弹，弹直膝盖，再弹。弹直，再弹，再弹，再弹，弹直，再弹，手上来，转住，对，弹直，对，你就先这样去慢慢磨，一定要记着这个肩膀转过来，从这儿再往后弯，你别在这儿，在这儿你卡死了，把肩卡得疼死了，明白吗 ？OK， 这样去走，你们四个这样练，先练正肩，然后最后练反肩，围起你的膝盖，来再来一次，坐。我真想打死你，昨天都练好了，今天来你又不会了。走，手往远处推，指根。不住，往下，往下滑，往下滑。说了八百遍，这个手腕去搂，去搂。再来。因为你今天没活动开呀，走。我让你练后胯，你在这干啥了？弹，往上。往下移动，弹，对，肩往上，蹬直，再弹，再弹，对，往后卷零点幺，保持一下十个数，再往后弹直十，你看，你看，你保持一下，继续搬吧，搬了几个了？继续搬，不行。来来来，老师们下播了，下播了，你们。我让你们在这帮我监督呢，老师们都走了，好多都走了。阿斗酱，你跟我说他俩搬了几个了？你在这一直看着，你搬了几个了？不可能！你再搬一个，我看来。啊什么阿斗酱？走，侧着，我们都看不到。走，卷。哎，那个也上来了啊，那个也快上来了。我刚刚要出门穿袜子去了，穿鞋子去了。好吧好吧，再见再见再见，拜拜拜拜拜拜，走吧走吧走吧，再见老师们，我直播也到这儿结束了啊，我直播也到这儿结束了，拜拜拜拜。往上提胯，提拉后胯，提拉后胯，别慌，稳住，慢一点，膝盖还是不直，膝盖还是没直，你继续搬吧。好了，老师们，今天就这样了，再见了，拜拜了。